如果有成功的话，假设有成功了，哦，各位记得打勾，哦，这边把它打勾，好，保持把这个什么呢？把这个形态把它确定下来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请看，我们上面呢，请你再加，因为它现在哈，没有厚度，它是这个 plane 而已，一个 plane 而已，它没有厚度哈，所以呢，请各位完成以后呢，这边呢、啊，请你加一个壳进来，壳。让它有一个桌巾呐、啊，有一个厚度，哦，厚度。至于这个厚度多厚呢？哦，我们呢基本上让它大概呢 0.5 就好了。哦，有一个厚度有没有？哦，有一个厚度，这样就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我们通常还会再润湿一下。有了壳以后，给它 0.5 公分就好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再用涡轮 turbo 涡轮平滑。让它呢更平滑化，哦，这样看起来的话呢就会比较柔一点了，哦，至于这边一还是二呢，那就由你自己决定，哦，当然值越高的话呢，这边就越柔，哦，那么到时候呢看起来就比较像是，哦，我们一个布的感觉，哦，这样子，哦 ，OK， 好，来交给各位，好，到这里我们才算完整哈。哦